光头是什么样子。好，因为我是扁头，所以光头超不好看，因为我会有这个角色。来，帮他，帮忙一下。被戴头套的那个 life 版。所以你是说到时候在戏里会光头跳跟他们舞？不是，他到时候是有一个，就是到时候会有编舞。刚刚那个就是，因为香港那边的方面是说看你放不放得开，这很重要。因为他不想说一个演员到那边去，比如说哦要剃光头，我不能剃。他请跳这队舞，我不能跳。或者是我表演放不开，做不到，我他们疯掉。好，来看一下这，那正面看一下那个光头呀。太高，有点无奈的表情。所以你剃光头没问题？可以。确定？嗯。你这两天有通告吗？下礼拜。那你现在家里有假发吗？家里有啊。你说长发那种？随便，就可以让你上通告的。红队现在剃。现在就剃？他确定是我吗？我觉得今天我们试下来应该就是。所以你才是最后一个，所以不用告诉他们，不用先经过导演朋友。没有，我们就寄回去，大家看就知道，还比就知道，我一试我就知道了。这个要求实在是太惊人了，一定要好好思考，全面剃女生的头发。因为前面几个表演的，真的，我的老天爷，够烂！连跳一个舞他们都不能跳，那还怎么可能？这舞很可爱。你知道女孩子剃头？剪头发都会哭了，那几个哪会啊？我刚问一个，我说那我们要剃光头，就哭了啦，马上就哭，就哭了，那就失恋。我怎么失恋？这样都不方便，还拍个屁？可是这是很棒的电影耶。那怎么办呢？很好的机会。哎呦，你现在不是这样想？那我对吧？先剃。现在就剃哦。对了吧？我不知道算时辰的吗？不用吧，哪有算？等一下就准备红包、喔。你包多少钱？6000元。好啊。不要了。6600。加2000呐。8000。对，8000包好一点，发，不然我们也没看时辰，现在9点10点了。好。要不要剃？好。先剃吧，来。好。好。加2000。还好今天有戴帽子。怎么剃啊？我们看着他剃哦，剃都要拍啊，剃都要拍。对，看什么东西？你想做什么？刀下留人，刀下留人啊！头发耶，说剃就剃。这该不会是你的新节目吧？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没有没有啊，所以叫做真的不一样。对啊，他的配合度太恐怖了。其实我自己都吓到，我因为其实你这一段，我想说你会不会跟我来一个拉扯，说哎，康哥我真的怎么样？好。对啊，他什么反应我都傻了。哎，要不要做阿姨？好，阿姨阿姨。那可不可以戴光头？可以。我们刚刚有看到你的头型。在这里，我们必须呼吁徐克导演，有任何属于青蛙蚱蜢的戏，请找他，他都可以演，好不好？就是剧情中也没有什么原因，就是一个光头走过去，太可以演，好不好？太厉害，掌声鼓励，这个太狠。詹子晴好心提醒你一句，别只顾企图心，把机灵抛脑后，免得被康哥卖的都不知道啊。接着是超级奶爸阿 Ben， 为了照顾妻小，企图心应该是100%的哦。怎样，小孩子好不好 ？OK。来，我们再试个镜，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中港台3D 拍的一个电影，然后呢，你是男二。阿 Ben 的企图心一定要够。那现在养两个孩子，养家的压力。对，这个男二呢，他是一个疯狂的一个运动员，就很爱运动。但他运动项目是体操。体操？对，体操界。他不会叫你像那个谁啊，什么翻滚阿星那样，不用。因为他是有一点像那种漫画式的喜剧。那你他做什么？
体操动作。我们再试一下你身体柔软度。说，你可以这样这样。这样，哎，这样，哎，拍一下，拍一下。好，是有加入明星棒球队了，所以应该基本的运动细胞是有的，但是体操这种技巧跟柔软度的东西很难说。你可以坐下来这样，啊，类似这样这样这样拉筋的东西，坐下，对，哎，类似这样。哇塞，你很软呢。可以啊，我还蛮软的。啊，还蛮，欸，没有，我说筋啊，我的筋还蛮软的。刚刚的发言，我个人有点吓到，好不好？什么？哪个软？我很少听到男生这样主动 Q 的。刚刚都拍到，有拿那个哑铃给他，假装一下。哇塞，不是，这是那个啦，我摇摆铃，摇摆铃就是，比如说，你不用太正式，比如说你想的就是，比如说他们在聊天就这样，哎。你这样吗？我们啊，是是是，就是很自然，不是说，是变成一个习惯动作那样。甩脸呢？那个怎么会这样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对。OK， 来换那个，换牙的。对，然后也是啊。表情很机车哎，二头肌哇 ，yes yes yes， 你看，哇，你们真的要常练，常练才有这种身材哦，哇，真是表情，谁要看你这样啊？就怕人家不注意他的自恋表情，对呀，哇，自己反击，这种表情跟那个莫名的拉人中，就是一个人很欠揍的表情，拉人中，你那个可以拍照对不对？我们来拍一个那个好不好？我们有一套衣服你要穿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这一套。哇塞！他就是有一场戏，出场的时候。哇，好底哦！那个体操服，体操服就是这边很细很弯的那一种，脚力的那种，那个。对。好不好？有点憋哦，他就是体操的啊，真的吗？你看他喜剧那个头套，这个，好吧，哇塞，换一下，然后用那个拍照模式拍一下，我马上寄回香港去。好吧，那在后面，这边，对对对，你在后面换一下。好，你好，先讲一下，然后你出来就直接做那个撞的动作，好，好不好？那你时间可以吧？时间是什么？你最近有接戏吗？老婆要生哎，大概八月中预产期是八月份。不会，我们七月中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九号到香港，十天，九号到香港，十九二十。原则上这样谈应该可以，你经纪人应该知道吧？你跟他讲一下，跟他讲，对啊，等一下跟他讲一下，哦，我也请公司打给他好了，比较正式一点，做商务舱好不好？哎呦，做好事哦，好不好？废话，哎，健康哥，男的，对不对？商务舱，好了，出来就啊，好，来，摄影师准备好，来，准备五秒，四、三、二，阿兵展现嫉妒心，齐声声响的爆笑演出，广告后马上回来。